因为下周有一些聚餐，可以记录一下，拍一个 food vlog。对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今天是8月9号，刚好是我到职1周年，然后要跟同事去吃海底捞，第一次吃海底捞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这是我们伟大的峰哥，今天陪我去 Sony 看相机，等了我1个小时，又陪我去全家拿衣服取货，再陪我到快炒店。那你他就要花时间陪他。放大看看，然后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，放不进去，画面塞满了。今天晚餐是公司聚餐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快炒店。回去。啊？是我的错觉，还是这边的路牌字都特别大？特别丑。应该是。这边都要吐老人家，对不对？这礼拜从台中回苗栗，因为大学同学来苗栗找我，然后现在要先去火车站再递个同学，就这样吧，好热，怎么这么热？拜拜。好，我现在先充当外送小妹，我要去送，我很脆，拜拜。现在要去吃牛肉火锅，似乎是很有名的一间店。我走错路吗？没有吧。它好多番茄哦，是我会喜欢的，我觉得是，感觉汤会很好。就是看起来很好吃。
一起住七到十天，这可以去三，没有，看你的时候应该没有完全。因为我之前有做，就是我做都比较略鄙视这样。你要用类似。什么？跟金阳？你有问秦芳吗？我还没问，因为我还在有用阶段。有啊，三月去的。我跟宣如也要回，他有他七月去。可是青蛙的回应说，有什么好问就去问医生。对啊，太简单。就他的意思，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雷射，然后每个好像会关系到，就是度数，除了畏光，除了度数，然后好像还有分形状，还有什么，就是那个厚度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还是要去检查才知道会有什么状况。好吃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很痛苦？很烫。哪里好吃？具体一点，具体一点。很烫。心得。那我待会等你心得哦。好。好吃吗？你？我没有心得。好吃吗？舒涵。锅底。还是满满的肉，超多的。好吃。可是豆。豆皮有把汤变味道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你觉得还好？有没有大猪公？欸，旁边还有欸。最近有人生日吗？为了拍照的女人，好了。需要拿给你看吗？我可以拿给你看哦。你这样，哈哈对焦，对焦，现在谁都看不到。吃串烧，好热，我脸好大，我脸好大。我们的生蚝下杯来了。关下。下。好吃吗？不错吧？很鲜。对。恭喜阿紫
是女生，可爱的女生。